还说你爱我，只有你最懂我和我。别放手，一起走。软绵绵的心融化了，你给我的都是真的。软绵绵的看不见的，你让我的心都突然间暖了。如果你冷漠，不会靠近我。软绵绵的，软绵绵的，你像在说你爱我。谢谢心仪。今天扮演的是什么？我今天扮演的是花仙子。花仙子，对，好漂亮的花哦！谢谢。我们知道心仪现在比赛到现在已经有服装赞助嘞，很多粉丝哎。就是我有一天回家的路上啊，然后就被一个婚纱店的店员拦截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昨天在新闻上看到你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以后如果比赛有什么衣服的话，找他们，他们可以算我便宜这样。”哇！然后这件衣服就是从他们特别为你定做的，就是有改啦，对，有特别为我改这样，真的很漂亮。谢谢，恭喜你。我觉得因为这个歌的节奏呢，它本来就是它律动感就是比较明显 ，OK。再加上你今天声音呢 ，OK。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唱这种就是比较甜美的 ，OK， 这样子的乐风，然后再加上你今天的打扮，我觉得是非常贴切的。41.3分，41.8分，恭喜你，41.5分。恭喜你们两位进入我们的过关区。